Hello， 大家记得。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苏。现在呢是晚上11点多，今天我们其实要做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南京有一个东西叫鬼市，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 pop up night market。但是它很特殊，你没办法提前知道它在哪儿，因为这个鬼市的地点呢，它是不确定的，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它也不是每天都有。我听说啊，传说中它只有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有。这个鬼市的地点要等到当天晚上12点半到1点左右才有通知，而且更离谱的是，这个地点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通知的。问题是这个群已经满了，我们不在群里。But luckily, we got connections.We got 关系 bro， 苏苏的同学刚好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他答应我，就今天收到了消息就会立马告诉我们两个人。理论上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 so 我先等吧，一会儿见。 OK， 现在是12点15分，我刚刚收到我同学的信息了。 Ready？ OK， yeah I'm ready， let's see。 是一条定位。 What？ Bro， 走。 Let's go。 Let's go。 Let's go。走了。 So we're on the way now。 我的妈呀，我这个老年人不适合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我也是。太晚了吧。刚刚帮我们通知地点的那位朋友，你是不是好像跟我说他还有自己的 store？ 对，这视频不是一个广告啊，他真的是我的小学兼初中同学。但我的这个朋友呢，他说他在鬼市卖小乌龟，他的职业不是做这个的，但是他就说觉得好玩，然后最近就在试一试。Well, we still have like 14 more minutes, so let's go. 冲啊！我们好像快到了。还有一个红绿灯。是不是在左边？对。Oh! 哇，好多车在这里停啊。Bro, we're here. 我已经忍不住了。走走走走走走。他给我发微信了。我们还没到。我们还要在家试试，因为今天到我家来收乌龟，然后我们还要试试裸露。他讲我另外一个初中同学跟他今天会一起来，然后他们俩现在还在家里收拾乌龟。我好开心哦，不知道为什么。Guys, look at this. They're just park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What the heck? It goes like all the way over here and then down that road. It's crazy. It's huge. See, like a lot of people still setting up, so we're technically early, even though it's like almost 1 o'clock. All right,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这肥的干什么呢？我看看。猫猫和狗狗的，好可爱。There's still so many places to check out. 刮刮彩票吗？我觉得可以，一张10块的。猫毛的再检查一遍。所以我的是44，只要有一个44就有钱吗？没看到44。Yeah, I don't think we won, bro. 这么的耳、啊、没有就没中。哦，有就中，没有就没中。哦，谢谢啊。All right, that was our first 活动 for the night. Let's keep going. 这是手工做的吗？全部都是纯手工剥制的。哦，这个好可爱啊。OK, 谢谢啊。15一份，一份10个。到账10元。I'm ready to try this 长沙臭豆腐 in 南京。I'm sure if it's in 长沙 it'd be better, but not bad. 感觉越来越好吃。吃了一个停不下来。特价图书24元一斤，彩色拼图30元2盒。I'm gonna get a book. 好了。好了，谢谢啊。好，谢谢你啊。Let's go. This is our best purchase so far. 知识类的。对，知识类的应该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I mean, food is great too, though. 可以去中间一点，如果有位置了，因为那边最热闹。这是我的，我怎么说南京话呢？这是我的同学，小学兼初中同学。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是听到过一次了吗？大家好，我叫汪小乐。今天呢，我到鬼市来卖乌龟，扬州乌龟卖的特别的便宜，
10块钱两只，买两只让他送龟粮。哎，小乌龟，小乌龟，10块钱两只，买两只送龟粮了。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帮手。能白过白过，路过别错过，小乌龟很便宜。10块钱两只了，买两只送龟粮了。没人了，来来来，看看，走过路过，别错过。妈妈的事。你的销量怎么样？太难了，太难了，生意不太行，现在我们要加油啊！别想着拍手，哎，小乌龟，小乌龟，10块钱两只了，买两只送乌龟养了。20 minutes later，妈妈一会儿回来再找你。一会儿见啊。So I was a complete failure at like selling stuff, so 我们就先继续看看。没有想到完全没有帮助到人家，甚至一个都没有，人家看到你都巴不得躲着跑。I want to do this, bro. 谢谢！谢谢好，谢哥，耶！一个男士，耶！谢谢！为了我的青春消费了。石头剪刀布也可以三局两胜，也可以一局定胜负。就是输了，我们就得9块就买只花。对，是的。如果赢了就不要钱，直接拿走就行。石头石头布，石头石头布，石头石头布，石头石头布。啊！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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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布。啊！哎呀，完了 ！Bro， 他刚刚就是 like。要不要来剪刀石头布 ？And I was like, let's do it。我都不知道是为了花，你知道吗？朋友，打篮球打得好，可以过来玩一下。只要你打到12、13、8、9、10，我都要赔。最下面的那几个是不是有东西在里面、啊？有几个沙罐，看到没有？哦，好。他必须要有几个沙罐，要不然把把倒十个，对对对对，那老板就把把赔了。OK， 加油！啊！不要紧张。哇，大几个？3以内或者8以上。Oh my god！Yeah! Let's go! 50块，看到没有？厉害！对，赚了，赚了！还有吗？还是跑路？加油 ！No！ 走了。谢谢啊，老板。谢谢啊，谢谢啊。我刚刚就是免费的玩，等于。对。对吧？没有亏，也没有赚。我是你的粉丝。你好。对，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了。这是我卖的这个电动的自行车，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谢谢啊 ，Thank you。我坐得下去吗？应该可以吧。This is really small。How is it？我觉得很好吃，酸酸辣辣的，刚好是老板的最后一份。刚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准备撤了。我说啊，没有了吗？他又帮我扣出了一份。那么好啊。酸酸辣辣的。好吃吗？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它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还觉得挺好吃的。谢谢啊。We got a frog now。谢谢啊 ，This is the end right here。好像真的。那我们再回去卖乌龟。可以。生意怎么样？没啥了。他刚刚卖了一只呢。我错过了。今天肯定是这个的士有问题。走了啊，拜拜。All right,
今天的视频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这边现在4点多了，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然后 like我感觉所有的老板们 like super super nice， 然后所有的就是也来这边玩的朋友也一直在鼓励我，下次我们就要来摆摊了，我觉得可以。All right，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请点开赞关注还有转发，下次见吧，拜拜 peace， 拜拜拜拜，天都亮了 guys。